香灯脚大军伴随白沙屯妈祖圣驾，被称为粉红超跑的妈祖銮轿成为全场瞩目焦点。即将出发的这一趟年度徒步进香，还有这个也让民众忍不住多看一眼。抽奖吗？抽奖是吗？没有，不是不是，它是交通组的车啦。第一个想到抽奖，抽奖被摆这么多台这样子吗？对对对，蛮壮观的、啊。民众路过所见，这一排五台，一共三排15台的粉红摩托车，车身涂装颜色太吸睛，全摆在拱天宫内，周边摆上红龙区隔开来。这一支粉红摩托车队将出现在进香路线中。我们有时候处理很多事情要机车去寄东西的话比较方便，因为随行的工作人员分为六大组，包括香弹、头旗、大轿、清洁。至于必须快速移动的就属文化组与交通组，已经连续四年有全新机车辅助志工迅速移动，完成沿线的前置作业。第四年了哈，他都提供我们进乡所用的公务用车，尤其像这个机车啊，机车是公务用比较方便，他每一年都提供我15台，而且都是全新的。全新摩托车一落地就负责执行9天8夜来回长达400公里的长征随行，任务完成后庙方返还给车商再做处置。粉红銮轿如同太阳，粉红机车就像行星，各自围绕妈祖持续这趟祈福之旅。三立新闻苗栗综合报道。